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Sai， 今天我来到了全杰碧最旺的地方 Taman Sanctuary 四季花园，要和大家介绍一个全新的项目 Space Residency。 在我身后呢，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KSL City Mall。 Space Residency 呢，就在它的对面罢了。走，我们去看一下它附近的环境。世纪花园呢，是一个华人成熟区，衣食住行都非常方便。刚好 Space Residency 就是被这些店面围绕着，今天你只要坐电梯下来，就可以满足你的生活所需。而且这边去到 Custom 只要开车短短的六分钟，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游客喜欢来这边消费，吃这里的美食。所以今天不管你是要投资还是自己住，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点，因为地点永远是王道。走，我们去看一下示范单位。在我右手边的就是 Space Residency 的建筑外观，是不是很壮观呢？因为它高达60层楼，会是全杰碧第二高的住宅。它也是一个 mixed development， 除了住宅，还会有四星的 normal deck hotel， 在58跟60层楼的空中餐厅，还有来自台湾的主题乐园，就在二楼。我刚刚所在的位置就在这个店面的前面这里，从这里往下走就可以到达 KSL City Mall。和 Holiday Villa Space Residency 的 Main Lobby 是在二楼这边，它的 Carter King 也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外面它这边它会有一个 Lobby， 这个 Lobby 是直接去到顶楼的 Sky Restaurant， 我们的空中餐厅。再来三楼到第十一楼会是我们的停车位，你可以看到外面这个这个是它的 Speed Ramp，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的 Car Park 在比较楼上，就不需要赚很多钱。再来第十二楼会是和游泳池设置楼层必须要说明了，这个是 saltwater 水明库，就是说它会控制那个温度。所以从第十五楼到第六十层楼会是我们的住宿如果 for tower A 呢，58到60会是我们的空中餐厅。现在目前为止58楼已经 confirm 了是新国泰九楼。okay， 刚刚有说到的另外一个 lobby 呢是在一楼Novel Deck Hotel 的 Main Lobby， 当然它也是会有自己的游泳池和住宿是完全分开的。走，我们去看我们的格局。好，我们现在看的是我们 Type A 645 Square Feet 一家一房的格局这个它会有两个厕所，所以你进门的话你只要加两道门就变成双钥匙了，这边会是我们的小房。再来就是我们的正房了。这个才是主人房哦，也是会有自己的厕所。最后是一样了，我们现在看的是 Type C 880最大的款式，也是最受欢迎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包 fully furnished 跟 fully renovation。 OK， 我们先看我们的主人房。当然装修方面呢，发展商会有给你三个款式去选，第一个是 Japanese、European 跟 Oriental。 另外一点也是很多顾客喜欢的是它的二房也是会有自己的厕所，所以总共是三房三厕也可以说是两个主人房。再来我们的三房厕所和一样，我们现在看的是 Type B 745两房两厕的设计这个设计呢在市面上会比较大众化进来就是我们的客厅，然后是我们的厨房。
当然这个设计它不会像刚刚看的 Type A 或 C 可以做成双钥匙。如果今天你喜欢喝红酒，你也可以像画展商一样。今天如果你想要了解 Space Residency 更多的资讯，点击以下的连接联系我。